这是13楼，尝尝，坐下。徐相公，白姑娘，真是太谢谢了。大家快尝一尝吧，看看这口味合不合适。好，来，我来吧。哎，我来，我来。多谢。嗯，好吃。 姐姐，你怎么用手抓饭呀？你这是……家父曾经天竺高僧讲法，高僧说过，若得馈赠美食，须以手持，以示感恩与尊敬。那个我忘了，江南没有这样的习俗。我的确听说过天竺有这样的习俗，莫非白姑娘来临安这一路都是用这种习俗用膳？ 我第一次吃熟食，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这一路上吃的都是干粮，这是我到临安的第一顿饭。我吃饱了，你们慢用。你就吃这么一点啊？我们那儿的规矩是，过午不食。我已经换了规矩了。白姑娘，不妨入乡随俗。不用不用，没关系，我习惯了，吃一点就饱。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.